Media Testing 是 Incline Plus， 然后 Sony A6500 和 Shimma 16mm 1.4F。如果用 crane 的话，它是这么的话，它会顺顺的啊，这样子。如果你用手的话呢，它就会这样，哒哒哒哒这样子，啊，不太顺，它是一格一格的。然后这个 crane plus 呢，哦，跟 crane m 来比起来呢， crane plus 呢，它是 low angle 的时候比较容易哈，这样子。比较容易下去，不然那 Crane M 的话会卡到相机，不太好用。